你好，请进。本来想在门口安排接应人员，可日本人没有给我们机会。其他接应点都安排好了。。可以了。李元科长，这是我弟弟，刚刚回上海不久。李处长，你是川岛将军点名又请的客人，怎么能够不辞而别？哎呀，这哪儿的话，感谢李元科长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二位，请吧。好，谢谢。走。科长，他们，其他人。继续解释。哎，听到科长的话了吗？你刚才那么做是故意的。我是见不得他们轻贱你，你为他们卖命，还遭到这样的对待。这么说你是在为我鸣不平了？那当然，要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那么做？不过那个日本人还算是给你面子。你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啊？是不是现在回家你就满意了啊？处长，你们聊吧。来干杯！处长，我可是到处找你呀，您怎么现在才来呀？陈副处长也来参加宴会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哎呦，我是临时接到的请柬，这不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呢。哎呦，我可比不得您呀，这个川岛将军点名必须要来的呀。哎呦，两位处长在这儿啊！来，请。看来这个李子豪。在新政府中很是得意，他不仅仅是政客那么简单。李家的产业分布国内外，在上海商界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可惜啊，这么个人居然投靠了日本人。他死有余辜，如果他的死能给那么多想当汉奸的人一个前车之鉴的话，那也算是物尽其用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该去取货了。来，我希望中日之间能够早日达成和平共识，免得生灵涂炭。尤其是我们新政府的官员，更应该为此而努力啊。是处长说的对，对啊，来。